好，谢谢主席，我们请何次长。何次长，请。委员好。是，我想刚高委员也好，很多的委员关切的就是这一两天哦，针对急难纾困这件事情造成的一些乱象，那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之间哦，对于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的这个基准跟方案，到底是以什么为依归哈？所以我还是想请教，先在这个一开始先请教这个次长，整个这个申请的这个方式里面哦，到底审核权在中央还是地方？跟委员说明。基本上地方收件之后还是要key进资料再做初审的工作，因为有些很明显它就是不符的，所以初审的工作是地方，所以不是地方免责啊，原来就是地方。到底地方有没有免责？因为这个整体上面来讲，最后的审查权是在中央，是那只要整个过程中不是说没有去做审查或者是没有按照标准去的，当然他没有什么责任，是我们一概来做最后的决定嘛。确定是这样吗？是，那除非他窃贼书如果写假的，那个当然是民众自己的责任，你只要在基层的是按照既有的资料去做相关的审查程序完成，不用。所以你认为初审初筛还是地方，然后 key 进去之后呢，地方还是要针对窃贼这部分最后有点责任，还是要初步去做一个审查，没错，还是要做初步审核上。对，好，所以原来的这个叫做中央审核地方免责，地方免责这个四个字可能讲得太单纯了，太简化了。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地方的公务人员本于自己的权责，有真正按照我们所有既定的流程去走，他就不会要担心说他要负什么责任，是这样的意思。了解。那我想这一次哦，三大问题了哈。那么今天时间有限，第一个还是大家在 complain，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个人要去申请纾困，但是要求拿全户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存款啊，这是第一个。大家在概念上还不理解，为什么我个人的一个申请要用到全户的所有的加户人里面的这个储户的这个资料啊跟金额？第二个是到底急难的补助跟其他的补助有没有互斥？那第三就是刚问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往下看。第一个我想跟次长说了哈，我们一开始在就是说针对这个对象的扩大里面，确实我们有增加1500块啊，对于弱势的这个部分。那当时我们办公室有请教卫福部的一些联络人，就问到说，领了1500的这一些弱势对象，他能不能再申请这次的急难救助？当时的答案是说，哎，不行，哦，好像是这个排除的状况。到5月5号的时候呢，就是社工司副司长在您旁边这个副司长，他又提到了一个概念，他说如果领了这样的一个1500块3个月。多增加这4500的人，如果他有需要的时候呢，好像还是可以申请急难纾困，没有互斥。那请教次长，您知道这个状况吗？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是领了1500块之后加总，还是没有达到我们原来设定的标准，他还是可以走这一部分的去。没有达到标准。对，就是1.5或者2倍的。所以5月7号卫福部网站这件事情就很清楚讲，他说呢，一定要未领有其他政府机关纾困的补助或津贴，这个又跟您刚讲到说，好像在一个range之上的啊，就会被排除，没有的话还可以。概念上，我想你们都希望帮忙，可是这三个资讯让我们看到，其实部里面到现在统整对外，今天是11号，请问现在的正确的这个互斥与否的答案到底要看哪里？是已有网站上面的资格线说，还是现在新的公布有没有最新的资料？我们请副司长来说明。是，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原来的这个关怀弱势加发生活补助哈，它的性质是因为目前这些经济弱势的家庭他领的补助哈，我们觉得可能这一次的状况它不是很足够，所以一个人一个月针对儿少老残加发1500。对，这个我知道，这是生活补助的部分。那这一次呢，这个急难纾困它有一个前提，是因为疫情影响有一个急难的事由，所以我只问你，那些有领了1500的这些弱势，如果他还有需要，能不能再领这1万？可以吗？但是他的前提是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个变故，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所以你们才要审核，才要做免责与否的这个第一部分的处理哈。所以往下，这个就是刚那个副市长讲了，你们的答案就是这个。基本上依第5条规定，如果你有刚的领过之后，但是在你的生活陷于困境，查明属实，对不对？不在此限，是，大概是这样哈。所以我想请卫福部就正式澄清，是这个才是主要的这个认定标准哈。那往下就涉及到刚刚讲审核跟这个确认的部分。
地方到底有没有免责。这几天发生的就是新北市送了10000多件到中央去，目前的状况里面，我想先确认到底地方的免责与否，依哪一条做依据？就你们的何次长，你的看法？我刚刚跟委员特别说明了，只要按照我们所公布的一些标准，你去按照流程去审查，那不会说会变成说你是什么图利啊或者其他。可是你看你们旁边的这个，我们列出来强化社会安全网急难纾困实施方案里面已经写得很白了，是由直辖县的政府评估认定确有救助需求者，由直辖县市认定结果核定跟拨款。各位说明，所以这样的一个含羞的这个要点，到底还有没有效益？很明确，在地方审查收件之后，就已经很清楚是符合标准，就直接可以核给了。所以当场也有可能就直接发给对象。对对对，最后你资料还是要全部都最后，因为有上网 key in 了嘛，我们最后还会检视所有的资料嘛。是，所以现在不需要事事都送到中央去，由你们做专案的核定。目前送的只有新北市跟花莲。那为什么刚刚高委员讲只有700多人？的案件，那个是到昨天，然后只发出1000几十万。对，目前到昨天是如此。对，那他们大所以你们的现在地方，我们有些款项是已经直接拨给地方了，已经拨给地方。对对。好，那最后我就建议说哈，因为地方听说好几个人在昨天母亲节前天的工作，基层公务员还要回来加班，还要做很多的工作的部分，所以是不是考虑人力的增补，有没有办法透过劳动部的这个安心上工方案跟他合作？有，那区公所也可以用这些人力，是是，各县市都有在，好不好？请你们跟劳动部合作，好不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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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谢谢，谢谢，谢谢委员，谢谢。